逍遥哥哥，我们来生再见吧。且慢。老伯伯，你快走吧，我是不祥的妖物，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的。小姑娘，闭上眼，去想快乐的事情啊！我没有骗你啊，你快走吧。快乐，多想快乐的事情啊。闭上眼。有意想不到的东西等着你呀。来，你看，为什么我的肚子也不痛了？老伯伯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你一点都不害怕？不是人，是山神。山神伯伯，我求求你，我刚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激动就有股可怕的力量跑出来，把那帮无辜的村民全杀了。你能不能救救他们？要救他们，关键是你呀。我？对。我是蛇妖。你刚才已经让那么多花草树木起死回生，你一定有办法帮他们的。令那些花草起死回生的不是我，而是你呀。我啊，我只会伤害那些无辜的生命，你别再安慰我了，老伯伯。神仙从来不打诳语，我所说的全部属实。小姑娘，你不是蛇妖，你是神族女娲的后人。女娲？女娲娘娘就是大地之母啊。所以当我想起那些快乐的事情，花草树木就起死回生。冰雪聪明，孺子可教也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你感到沮丧伤心，那么这股力量就会祸害无穷啊。蛇妖和女娲娘娘不可相提并论。